海军第35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处在航行途中，并展开海上快速补给演练。远洋综合补给舰潮湖舰官兵在荆州舰准确占领补给位置后，在两舰之间架设起承载索，输油管快速伸出，成功对接。随后太原舰也接受补给，补给期间太原舰和荆州舰互为警戒舰艇，确保补给安全有效完成。